迷你世界中你绝对不知道的事情，狼少年沃尔夫他究竟是狼还是人类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。众所周知，在狼少年沃尔夫的简介中，第一句话就写着，悄悄地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狼外婆她是真的。这就证明其实是真正的有狼的。但是小伙伴们，在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后方有一个房子，这里住的应该就是小红帽，而前方的这一个人他就是一只狼，这个人就是狼少年沃尔夫，他有狼尾巴。如果你觉得他是狼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但是小伙伴们，我们发现人类是拥有手指的。你们看卡卡，在我迷你世界中的调查，我发现卡卡拥有五个手指，但是你们看狼少年沃尔夫，他是不是拥有的是利爪？很显然他并不是人类。但是有位小伙伴告诉我，狼少年沃尔夫他戴的是手套。如果你觉得他是人类，可以在评论区中扣出666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狼少年沃尔夫他究竟是人类还是狼呢？